你好，6月14号星期四，来看看台湾539开奖的中奖情形啊。全车已经开了12次了啊，今天是第12次，已开了11次，昨天已经开11次。全车中过4次啊，没中呢是7次，全车中是4次，没中是中7次。两三星踩住，两星中6次，两星中6次。三星中1次，三星中1次，没中5次，没中5次。本公司一向是用本报呢一向是以小钱赚大钱，大家投资而小。我们每天都有写多少钱，像昨天写多少钱，啊，果真不错。你看看你这个月，最起码也赚了2-3万块钱了，乘0.1就赚了2万多块了，要向3万块迈进了啊！恭喜各位啊！选对的人。